球啊，很厉害。他挡下那个新加坡的自由球，然后大吼。教练他很温和的方式去跟球员互动，有那种球员都有被尊重的感觉，而且小朋友开始喜欢这个足球员的感觉也非常的棒，会引起我们这个台湾小孩子这个观看的次数。基层的足球其实慢慢渐渐的都已经起来了，那最主要的话就是需要学校的更多的支持，家长其实都蛮支持的，很多地方上的家长，基层的家长很支持，那需要学校再用心一点，不要再把说放在一些比较古老的排球啦、篮球而已，希望能够多重视足球，因为足球的教育的确给孩子很多的启发，还有能够现在孩子比较好动的很多，然后能够带着他们动，真的去动脑、去思考，这是一个现代的教育。教练、选手们，你们好帅、好强，然后我们以你为荣。